哎，张，你射气球技术还是不行的。没有，我觉得是他太 Q 太弹，然后把我的，我刚刚明明就是已经有打到了，然后把它弹回来。啊，没办法，你就很弹啊。军力必备，这是正常而好的。这是正常而好的。啥小啊好了？280有够大哎！给大家比例尺一下。又要比例尺到腰。差不多宽。好哦。大家应该知道多大了吧？哇，你各位啊，听说这里逛夜市前有遇到正妹的几率很大哦。而且是不错，不是吧？这么巧，前面就一个正妹，过来一次，小姐姐，我找错人了，哎呀，你怎么去刮我你？哎呀呀，等一下，好，我知道最近有一个魔法，怎么了？还是一样智障。快上来！Hello， 你各位，我们终于来到了草屯夜市。我觉得你现在有点好笑哎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边这样子，然后边这样子。没办法，我们的灯坏了。我告诉你，没灯你会长这样。我告诉你，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。我觉得这个夜市让我有点期待。怎么说？因为它有点大。哦，对。然后外加上，现在好像有个表演要准备开始了。真的吗？真的，那边好像有人开始玩火了，玩火的少年，我们赶快去救他吧，小哥哥，我来了。快点啦！想到什么？你说上面那个吗？对啊，橱窗卤味。对，你靠腰，我还以为你要讲什么红灯区之类的。橱窗人卤味啊，靠腰嘞。啊，它后面很大。这个夜市叫做草鞋墩人文观光夜市。哦。多久来？半个小时。好，我们点了第一间。我告诉你，这边差不多要等30分钟后过才拿。哦，好，因为这间很有名的咸水鸡。我刚刚给我偷摸一下。啊？他刚刚给我偷摸一下。这么的不嫌弃哦。OK， 后面很大，几个意思啊？后面很大，到底后面很大，先逛了。这个好像很好玩的。这什么？推球球，你要推吗？好啊。它两局50那我要玩两局。好啊，所以你要拖到这个洞，然后把它连起来。对。哎呦！哇哇哇哇哇哇！太大力了吧！哇哇！我觉得你根本来乱的。哎，有了。简单哎，它要连线的概念。哇哇！哇！你知道旁边妹妹都比你强。你要不要观摩一下旁边妹妹怎么玩？靠腰！我觉得我是智障哎。哦，来！不要！哦，你给我一颗，我三颗。你看呐，白痴哦！你给我一颗，你打。我来，这个就是左手让你，有没有？啊，不是很厉害，有没有？有什么？来啊，有什么？来啊，有进洞吗？有进洞，我不玩了。你刚刚不是讲的很简单？我靠 ！No！我靠，一条了。喂，不是，才一条而已。才一条，我觉得我只能一条是我的极限。啊哇哇！好了，你已经抓到诀窍，你可以下一局。没有。好，下一局一条而已。
好了，你不是了，我不想玩了。提局一百，玩一百。哎哎哎，你不要，你不要杀老板。不会啦。老板，赶快跑！你。一个，一个。我靠！你到底？我靠！我靠！哎、欸，你好像很凶哎、欸，你很凶的都没射到，你知道吗？很难中吗？很难中吗？完了，完了，又上头了！完了，这只乌龟又上头了，完全射不到，完全射不到！好神奇哦！我靠，很气！我靠，很气！哎、欸，你这不要杀老板，我跟你讲哦。哦，两颗。两颗。两颗。好。两颗。哎、欸。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你留最后一栋给我就好了吧。两颗。三颗。三颗。四颗。四颗。两个给你、啊。这么好啊！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合中。四颗。哇，不好中哎、欸！对啊，五颗，哇，五颗，我要射红色都射不到，哦，六颗，射那颗粉红色，好，哇，换个目标，啊，不是很好中，红色，好，七颗，旁边的红色，哎、欸，八颗，旁边的红色，哎、欸，九颗，就是射不到那一颗红色，没了。九颗，我可以都不要吗？啊，我可以都不要，有谢谢。有剪刀啊？没关系。美工刀啊？干嘛？你可以拿来杀我，对不对？没关系啊，不用啊。哦，谢谢。哎、欸，这样你射气球技术还是不行的。没有，我觉得他太 Q 太弹，然后把我的，我刚刚明明就是已经有打到了，然后把它弹回来。啊，没办法，你就很弹啊。哎、欸，这里很多好玩的耶，还是我玩这个。还玩啊，一局五十，哦，都可以啊。三局一百，我买了，买一百，六个。啊啊！不用大衣，我拉长一点，不得够啊。啊有了有了，啊有了。哦，再三个，再三个。哦，再两个。哦哦，哎、哦欸，没了、哦。对，好了，跟各位讲啦。怎样？大家有看上集就知道了。怎样？现在就是有点饱状态，所以这家伙不吃东西，在那边一直给我玩游戏啊。我不是好吗？我是因为觉得这里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，哦、所以我想要，因为我们每一次到夜市都是一直吃嘛。然后我们上一次去树林那边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很想玩，你都没有让我玩到。哪里没让你玩到？没有，这是树林，我真的没有什么玩到。我看到超多好玩的东西，但我都没有玩到。他就说下次还会再去挑战一次。所以我现在先练习啊。哦，是这样子哦。哎，好笑。凤梨冰茶为冰为糖。拿到了，今日必杯。这是正常熬好的。嗯，这是正常熬好的。啥小熬好了？熬好啊。熬好，啊，熬好，熬好。对，如果你要减糖的话，它就要加水。所以来这边就是跟老板说，我要一个熬好的。对，我要正常熬好的。靠背啊！我看看。啊，真的有凤梨耶！古早味的吗？哎、欸，好好喝哦，清爽，超清爽，而且喝了，妹妹会香。啊。妹妹会香啊，人家不是说女生多吃凤梨，然后下面会香。哦哦哦，我想说你在攻沙小妹妹会香。哎、欸，很好喝哎、欸，大推耶、欸。这件 OK 哈。真的超级大推，我不喜欢吃凤梨的人我都觉得推。哦，古早味。对。很像是那个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，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吃过袋装的凤梨冰。没有。味道一模一样。我好像知道那什么，就是一个塑胶袋，对对对。冰棒在里面，对对对，然后把它搞出来吃这样子。我家小时候会弄，我没有吃过那个，味道一模一样，但这个很好喝。好，我们来去下一家，饿了饿了。OK。
扯了，280有够大哎、欸！给大家比例尺一下，又要比巨蟹到腰，差不多宽。好哦，大家应该知道多大了吧？哎，这鱼真的有点肥，也是我们吃过最肥的、啊。好像是最大只的，但是有没有赢台南那些，就要吃看看才知道了。光是你这最重要的是，它不能有那个土味。没错，这非常重要。你那是杀小鸡巴脸呢、啊？是怎样？哦，四个脸了是不是？那就表示有中了。哦，好快，好可以耶！吃饭。又找到一间厉害的喽。哎，这间好香哦，跟台南比。我觉得两间蛮接近的，互相上下。但如果你要我硬选，会选台南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有记得，台南的鱼肉非常的 Q。哦，对，它是偏比较 Q 一点，它比较不一样，它比较软嫩一点。对，然后台南的是很 juicy。但是我觉得这两间不相上下，如果要再跟其他间比的话，我觉得这两间不相上下，因为这一间完全没有土味。对啊，对吧？对啊。然后它处理的我觉得也蛮，就是不会到像我们吃到有一些，它可能它的汁收太多了，然后可能就会有点过干。对啊，对，然后就没有那么好吃。这间目前有个前二了，而且重点是它这一间280很大只，然后再来是它鱼肉超级肥，让它看一下那个横切面。哎呦，真的是很肥耶，超肥的哎，很新鲜的，好像才能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才能就是这样分离，超新鲜。哎呦，分得超干净。然后刚刚又挖了一些宝。对，我们刚刚有稍微探听一下这里有什么好吃的。对，因为其实。我还没有来这里之前，我就知道有两间好吃的。之前草原有买给我吃过。我们去工作，他有推荐一间豆乳鸡跟一间盐水鸡。那盐水鸡我们刚刚买了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去找豆乳鸡。然后刚刚听旁边有人介绍说，这边有豆干也很好吃。还有泰南。对，等一下去下一间吧 ，Go Go。来了，刚刚卖鱼的老板推荐的钓鸡，可以比较了，跟上次宜兰比。宜兰啊，对啊，就是宜兰那间，那间目前最顶的、啊。没有记错，我刚刚以为我要讲错。哎呦，来喽！最爱的阿华田，哎、欸，不是阿华田啦，哦，好烦啊，没路啦。怎么样？舒服，但是没有上次那一个好喝。没有，没有宜兰阿姨好喝。因为上次那个有脆片。哦。对，但是这次这个没有脆片。那你是喝？泰奶。泰奶。我跟你讲，好喝，但是跟阿姨的比，有差。对，还是小输一点。对，但还是好喝，这就是泰奶味道。算前二。然后不会太甜。对。但是如果要跟阿姨比起来的话，我还是会推荐阿姨。好，我们下一间见吧 ，Let's go。我们家爷爷推荐的，而且一定要吃他的肉。我上次有吃他们的笋片。这是什么？鸡腿。啊，腿肉。我吃一个，我吃一个，我吃一个。哎，超好吃的。我之前就吃过了。嗯，厉害吗？嗯，很爽，超好吃。嗯，可是它的辣很香。对，它辣很。我只感叫到微辣而已。哦，蛮辣的，对。因为对，上次草原买一个太辣，我完全不敢吃。嗯，我刚咬到它的辣椒，很香。哇，这边好吃哎。哎，超棒哎，它的汁也很好喝。嗯，很舒服吧？这间很不错。超好吃，而且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一进来一定要先点这一间，因为这间至少要等待半个小时起跳。嗯，对，所以这间大亏。好，我们去上一间 ，Go Go。到了，就是这些吗？要几只？要几只？超好吃，超好吃的豆乳鸡，但我好饱。上风豆乳鸡，我吃，我一只鸡翅就好了，谢谢。你只要一只，为什么？一只就够了，对不对？柯基，他说对。东西有点多，没错，这应该是今天的最后一吃了吧？对，最后一吃了，我快爆炸了！哎、欸，这超好吃的！哇！钵钵鸡，钵呀钵钵鸡，一人一串呀钵钵鸡，直接刻起来了，哇！超入味。
对的啦，超好吃的，而且它肉超多的，超肥的，啊，怀念的味道。哦，你之前有吃过？我吃过啊。哦，难怪。没有，像之前那个来台中工作，然后爷爷就说这里两个东西最好吃，我只记得一个是豆乳鸡，然后一个是这个咸水鸡。啊，在地草屯人都这样子介绍了，我自己好像就应该要吃咸水鸡。对啊，你看排成这样子，不觉得？我告诉你，为什么这件很好吃，是因为它腌得很入味，然后再来是它的鸡肉很嫩。我们通常吃在前面这一段的时候，会觉得它的肉质很柴，但没有，它连包含前面的地方，然后都是肉质非常的嫩。它爆汁。对，它爆汁。然后重点是它的皮超脆，然后味道也不会到太咸，又嫩。嗯，厉害耶，是吧？嗯，有吧，有感觉吧？有，这件真的厉害。而且它重点它不贵，它一只才25块而已。好啦，我们今天综合以上，我们来到草屯夜市吃到的美食，不知道大家来这里都吃些什么东西，或是这边大家都推荐什么好玩的，以下留言给我。我现在有点紧张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很多人在看我。好，真的假的？没有。哎，谁？好啦，你很烦嘞。你是网红。好啦，综合以上就是我们在草屯夜市所吃的美食。那大家来这里都吃些什么东西呢？那底下留言给我，或是希望我到哪里拍影片，记得底下留言给我。好啦，影片到这，别忘了帮我订阅加关注，记得开启小铃铛，还有订阅小铃铛。还是我下期影片见，拜拜。草爷，拜拜。靠北啊。